去查了字典以后，哦，原来它指的是当每一天日正当中的时候，太阳立竿影直三点成一直线，我们把每一天这个影短的时候，就那时候的隐藏的数据记录下来，连续观测一年，就可以得到两组一模一样双胞胎的隐藏数据资料。这个资料把它画在一个圆图上，用冬至的隐藏当半径画一个圆，冬至那天的隐藏就在圆正下方。第二天往左边走，啊，每15天就是一个节气，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别。我们就把它标在从圆心到圆周这条直线上，看它的长度是多少。它一定不会比冬至来得长，所以会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一直走到下，会反向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啊，一直到下一年的冬至，这样子我们就描出了太极图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这是第一个，所以老天给了这个隐藏两个极值。什么叫极值呢？一个极大，一个极小。最隐藏最长的是冬至，隐藏最短的是夏至。如果我们看地上那个隐藏，就中间那个尺啊，它总在这里这两个范围内，每一年的正午啊在移动。那么冬至、夏至中间再加这个隐藏资料，就可以写成一个工程师的"工"字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接下来就好玩了。老天只给了两个分割线，你这是要问我问题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有人呢，就是我们叫的伏羲氏啊，他第一是用把这工程师的"工"字中间啊，说我呢啊，好，加了一条分割线，就变成像王字这样，这样一来一回。这个中间的分割线都经过2次嘛，所以就把一个周而复始，从冬至到这条分割线，到夏至，又回到这个分割线，再回到冬至，一来一回分成4份，有没有问题？我把它拉胖一点，就像是一个圆，冬至在正下方，夏至在正上方，两边就是春分和秋分。好，这个叫啊，然后呢？他的妹妹叫女娲，对不对？说了，在工程师的"工"这个字的基础上，一次放两个分割线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是二的哥哥，一是奇数，啊，是阳属性；二是阴数，是阴属性，所以是哥哥跟妹妹啊。两个分割线一来一回分成几份呢？我有教过你们，就4减1（括号乘以二嘛）。分成6份，啊，那这个分成六份，把一个周而复始分成六份的这个历法，只存在我们现在的中医系统里头了，啊，以后你们如果少阴君火，太阴司土，少阳相火，阳明燥金，太阳寒水，啊，哎，请坐，这个。啊，好，这个先岔开来讲。昨天留给你们的，你看到这个怪怪的字，是古人写的，一样看的都是天上的星星。但是你看天上的星星，中国的古人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北斗，对不对？北极星，啊，指向北极的一个北斗，是一个勺子。可是这个。同样的这些星星连成的图案，西洋人就把它看成是大熊座，看成是一只熊，所以看法不一样。啊，我等一下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像这个字，我写的是一个井，对不对？它其实星星是一个点一个点嘛，你看我能不能把这样点连成像一个井字，或者是写成这个样子，都可以啊。或者，我这边写脾胃的胃，啊，
这个就是胃上面的田，第一个是怎么样？其实不一样，你要看那个原图，玉老师这边可能把它画得太像了，有一点点差别。这待会这个图就有那个石碑，我在这。好，我来看看。一个是这样子哈，一个是这样，方向没有反哈，是这样跟这样啊，就是你把它看成什么？那我们现在把它有一个名字，什么锦鬼柳心张义珍，但是后面我还会有一张战国时候出土的曾侯乙墓，它有一个化妆盒，化妆盒的上面有北斗，还有这28个。可是我点了一下，我只点出26个，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看法和我们现在的看法又不太一样。然后他写的那个图案，可能跟仓颉还不太一样。那因为我从网络上找到的这个数据啊，没有那么清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比对。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啊。好，先回到这个，好，当我们，你说，你上厕所去啊，好，我们继续啊，从这边走，两个分割线，工程师的工，分加一条是伏羲，加两条是女娲，如果加三条呢，从少典。炎帝、黄帝，一直到帝喾、帝挚、尧，甚至到了舜的初期，都是工程师的工，中间加三个分割线，一直到舜到了中期，尧要他改造历法，他才开始改造。他什么改造呢？把工程师的工中间三个分割线，不是把一个周而复始分成8份吗？因为5条线嘛，5-1括号乘上2，8个区间就是四正四立。他怎么做呢？先把后来先加的这两条拿掉，就回到一个王字啊，那再加了这个叫鱼雷泽，再来桃合并，两个各加两条。这等于是又女娃了一次，对不对？因为女娃是一次加两个分割线嘛，这样子变成工程师的工，中间就有5条线。5条线加2条线，一来一回分成几份？12份，啊，所以舜等于是伏羲系统加女娃系统的产物，啊，尧是纯伏羲血统的。大禹也是纯伏羲系统的，所以从尧到舜叫禅让，舜回到禹也叫禅让，因为关键都是在这个舜，它不是纯伏羲系统的，它里头还掺杂的女娲系统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分成12份，我们沿着时钟来看，是不是时钟1到12点整点的刻度是12份嘛？好，那你分成8份呢？除了3、6、9、12是正点的刻度，另外这部分就立春、立夏、立秋的部分是1点半、4点半、7点半、10点半的刻度啊。那你把我这半点的刻度没有放在你的系统里头，所以尧不满意啊，尧不满意又要他去改啊，所以他又坐实去于寿丘。好。女娲的再拿掉，我一次加5个，一来一回，一共是13条线，分一个太阳年几次啊？几段？几个部分？24，这个就是24节气的来源，
这样子了解了吗？他史书上把它用舜跟立山顺序改造历法，于雷泽、陶合并坐时去于寿丘，旧时于复夏。好，去汉原来既有的历法比较，所以你看在故事里头，尧对舜其实百般试炼。第一个试炼叫试之以二女九年。我们童话里头就说，尧把他两个女儿嫁给了舜，一个叫娥皇，一个叫女英。第一个问题，尧得到舜的时候，尧70岁，舜30岁。请问，尧的女儿好嫁给舜吗？正常算的话，应该20岁左右结婚嘛。舜是很晚婚的，尧如果20岁结婚，他的女儿应该有40-50岁了。照理正常情况来讲是不好嫁给舜的。其实他不是嫁两个女儿给舜，试之与二女九男是说我拿你的历法，我来试冬至和夏至准不准。二是阴属性，女字也是阴属性；九是阳属性，男也是阳属性。测阴极质、阳极质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再去测巳时，再去测每一个时点。爻的历法不是说有1点半、4点半、7点半、10点半吗？还有3、6、9、12这4个正点吗？当你分成24份的时候，时钟的整点刻度、半点刻度全都有了。所以舜的历法100%融合了尧的历法，而且比它更精准，所以就过关。这是他整个故事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另外出土的一个证据，这个楚国的帛书被盗墓，然后卖到美国的博物馆。好像现在在谈要回到中国了看看有没有那一天。这是用红外线摄影拍的，就至今已经很多地方都判断不清楚了。我们尽可能来读一读。他说，很早很早以前，在伏羲那个年代，这个世界是很蒙昧的，然后呢，汉女娃生了4个孩子，这4个孩子就是四神，我们先大概很快的带一遍：未有日月。四神相待我们现在你看改朝代听过吗？朝要换什么代呢？什么是代呢？什么是代？代，朝代，代是什么？什么是代？就问什么是代？代就是历法，历法，所以很多人一当皇帝了，一登基就要改年号，要换定正朔。正朔就是历法，好，怎么可能在有伏羲的时候说没有日月呢？我们继续看，四神相待，乃不以为岁，是为四时。他是说没有那时候的历法，没有看太阳或者是看月亮的小循环月，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个30天的循环的这样的小循环，没有。那个时候历法是什么样呢？从第一天，冬至就隐藏最长的，一天一天数，数到183天，隐藏最短了，再回来数。我说的这个步，就是往这边走，然后再走回来，乃不以为岁，一去一回，就是从一走到365，就是一个大循环，是一个节气。那个时候的历法还没有看太阳，也没有看月亮的小循环月。千又百岁，日月均升。日月均升呢？均是慢慢的、渐渐的、一步一步的，就隔了大概上千年，才发展出了有看太阳的小循环月的历法。这就是10个太阳的太阳历，叫共工。这个历法一直到解放前
还在云南、四川、贵州这个地方在流传，啊，叫什么吐鲁豆吉，啊，就是我们西南方啊有在用，因为这个历法是和女娲历比较相合，所以你看啊，和女娲历相合的，我说了那个历法就把一个太阳年分成六份的这个历法，只有在中医里头。所以云贵四川是中国中医的大本营，从古就是，像那个秦越人就是所谓的扁鹊，啊，还有在四川出那个读作涪陵吧，三点水一个陪伴的陪的右边，啊，有出土了那个金线，啊木，啊，他就是现在是说法是。扁鹊那一族的啊中医支啊，也和天文历法有关啊。好，那看月亮的维周期历法是什么？就是从黄帝才开始，考定新历，建立五行啊，于是有天地神子物列之官，是为五官。黄帝开始把太阳历，就是节气历，和初一十五这样子的属小循环的月。结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现在的农民历，啊，这是黄帝历。从黄帝历以后给他孙子颛顼，然后在帝喾、帝制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夏、商、周啊，就是文武周公，这个就是我们历法一直延续下来，到了周以后我们才可以见到比较多的书面资料啊。那有很多的书面资料其实都是历法说，不是说人王说。比方说帝曰、王曰这些东西，帝跟王在我的眼里哈，都是历法。我一会儿会证明啊，帝王的帝就是活生生的北天极的那些亮星组成的图案啊，不会有问题的啊。好，所以这里还有带出一个叫帝圈，就是历法慢慢的、渐渐的，乃为日月之行，就开始变成有看太阳或看月亮的小循环月为主体的历法了。啊，不是帝圈是一个人，现在的文字专家都说帝圈是一个人。那这个人如果是一个人，他应该很有名。那他又是谁？很有名，但是又没有什么资料呢？啊，就说是尧的父亲叫帝喾。基本上没有什么材料好写的，哎，就把帝圈就是帝喾了。这就是我说的这些专家们的三斧头，看不懂的第一个人名，第二个地名，啊，第三个就是通假，这个字可以带和这个字相通，很糟糕的啊。好，昨天很快的走了一遍阴历的十四月，因为八年要放三个闰月。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三年一闰、五年三闰，还有八年三闰。可是我说了，其三百有六旬，有六日以闰，定四时辰岁。那就说了，在尧那个年代，他八年至三个闰月是怎么放呢？一四年，当太阳是三百六十天的时候，他放闰月，就。阴阳历同时至闰，阳历至闰日的时候，阴历至闰月也在后头追，到了第八年一次放两个，就全部都追上了。所以每八年会有一次十四月啊，如果你看懂了，就十四月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标准，那就十四月就不会那么害怕，怎么会四百多天的一年的这个日子？可是尧典里告诉我们，那是尧那个时候的规范，啊，啊，这是旗帜，旗帜的古文写成这个样子，啊，就像巨石阵，从石缝里头看太阳升起来，啊，这是至闰，昨天也很快提了一下，啊，禅让都和舜有关，十个太阳。啊，它是共工历，很多专家说共工到底是谁？是哪一个神？
说是河神，是水神。为什么？他只要一出场就是洪水滔天，就是泛滥。我说过了，洪水滔天泛滥代表立法不准，立法失序，所以他会和伏羲家族当时作为主轴的这个立法互相更替啊。啊，岁年事都有周而复始的意思啊。债是新斗笠一个循环啊，因为债的意思就是斗为地车，写在上面的北斗就像是一个车子上载着一个帝王，斗为地车啊，运于中央啊。岁我说就是插一根棍立杆，看日影的长度，走过去走回来。这个字从戈，从步啊，戈就是立杆，步就是走过去又走回来。年就是从年大年初一到下一个大年初一，它可能是12个阴历月，就354天，可能是13个阴历月，383天，384天。是我怀疑是戊侯历啊的小循环。来，请说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它只是透过物候来表现出大自然的周而复始的变化。物候，你觉得物候没有星星来的神性吗？是。啊，大部分的都是，它光是一个“示”字，就是秀给你看。最初早的“秀”看的意思，这种天垂象，示吉凶，啊，垂什么象呢？上天有什么象可以垂呢？日月星。所以说，带旁的多半日月星有关，这是它的初始。但最后“秀给你看”这件事情，就是“示”的意思了，啊，像我们讲请示。对不对？嗯，好。哦，你们要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追一下进度。嗯，哎，啊，好。带啊，在啊，在怎么样？从灾啊，什么灾啊？在尔雅一个字典啊，很啊，《四古篇》一段出灾，灾就出来了。首鸡造祖元胎处落全于逗点，开始的始也，都有开始的意思啊。灾啊，啊，待会儿你看的那个甲骨文的地字还有北斗星的关系，你就会懂为什么叫灾啊。抄完了吗？啊，好。哎呦，没，就不让我讲这张。我很想让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。哦，你画的怎么样？啊，画的不错啊，很好啊。对，嗯。讲严苛一点是一岁一载，嗯，好啦，还没，好好好好。因为在典籍上用来表示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的字很多，这几个都是，还有记也是，啊，记录的记，啊。密字旁，啊，纪年，对对对，
对，纪念的纪。对，对对对。对的，对的，绞丝旁的。都一样。啊。啊。好了哈。好了哈，换页了啊。请你们告诉我这个字啊。这个字啊，这是同一个字啊。就是往昔的昔啊，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意思啊。请问，请问如果这个字是往昔的昔，它的意思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那这个东西又是太阳，我请问你上面这个是什么？来说是山的请举手。哎，好，你告诉我是什么？那你说是什么？哎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啊，一会儿告诉你，这个才好玩。好，这是往昔的昔，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。那有人画了画啊，就给小朋友，你给我画一幅画来表达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意思。的主题叫很久很久以前。你会怎么画？好，这个很明确是太阳啊。那我就要问你，上面这是什么？好，这个像山而不是山，这个好像老师以前讲过，这个是应该放在立法那个位置，比如说冬至春分四个嘛。啊，分割线啊啊，好。还有呢，有没有说这个是水的？有没有？我先问一下啊，我不想影响啊。好，我二选一哈，认为是山的请举手，剩下的只能选是水。我可以选不行，因为答案就在这两个里头。为了避免误导你，你要么选山，要么选水。好，剩下的没举手都是选水是吧？为什么选水？我告诉你，我选山，他肯定是山。啊，啊，第一个，很多专家说是水，那如果他说他认为是水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很久很久以前。曾经经历过大洪水的记忆，好恐怖哦！就专门造了一个字来纪念大洪水，啊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说，很久很久以前还发生很多很多事呢，对不对？干嘛只记载一个大洪水啊？但是和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事这句话有关的字代表什么？你经历过了很多天吧？对嘛，你太阳从不同的山头升起来，对不对？老师也能问，也能问这么说。嗯。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太阳的山。很久很久以前确实有太阳的山。那很久很久也有太阳跟树啊。对呀、啊，但山更早啊。是，山能早过太阳吗？你们真的很厉害哦，哈啊！哎哎，对，天一生水，对吧？啊啊！所以，如果它的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，那这个图画就必须和很久很久以前有关嘛？里头已经有一个太阳了，那太阳和很久很久以前有什么关系？一个是以前的太阳跟现在不一样。比方说以前的太阳就是只有半个，那你画半个太阳可以代表很久很久以前，对不对？它都是圆的，你怎么代表很久很久以前？好，第二个，来，这个是河姆渡文明出土的一个符号，专家都在猜是什么什么字，我说不是字，这个太阳是在这个山头来回周而复始的，也就是说用这个符号代表我用的历法
是把一个周而复始分成四份的力吧，中间分割线两边各一次嘛，啊，这个呢是我从四分的力吧演变成了八分的力吧，分头嘛，对不对？一来一回，中间两侧两边各一次，不就八分吗？这一二